家好，我是恩妈。今天现在呢是早上六点，我们今天要带恩恩去澳门玩，但是这趟的行程是完全没有跟恩恩说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叫恩恩起床，然后跟他说今天要上学，然后我们要带他去坐捷运，等到让他到机场之后才发现说哦，今天是要带他出去玩，算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叫恩恩起床咯。那恩爸已经拉着行李先去捷运站了，所以我们先去叫恩恩起床。天亮咯，恩恩要上学咯。好，我们今天一大早就要出门咯。老师说迟到的话会怎样？你还没睡醒呢、啊，好可爱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赶快出门，不要迟到，好不好？你的新鞋子哎，你要不要自己穿看看？怎么了？为什么在哭哭？你还在睡觉吗？好好好，乖，我们要出门了，外面在下雨，加油哦！醒了没？你刚有睡着吗？我看你在那个钓鱼，听听，钓了好几条鱼，对不对？请紧握扶手，站在防线格中。你怎么都没有问为什么？你今天都没有看到爸爸哎、欸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你在想什么？没有爸爸不陪我。对啊，爸爸不见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啊，你有背书包吗？没有。爸爸，怎么了？脚跨不过去。没有书包。对耶，你现在发现没有背书包？不是。因为今天不用背书包啊。因为今天是校外教学。我要带水。带水，来吧，我们刷卡出去吧，好不好？不要害怕，那边哔哔哔哔，好，走了。因为我没有吃早餐。你没有吃早餐哦。嗯。你有吃布丁啊？你可以拿口罩下来了，这样你比较舒服。礼拜几？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四啊。礼拜四才运动。哎，对耶，那怎么办？我没听啊。没有啊。加油！不会浇水，加油！
在那个新桃天地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我们这间是迎上酒店，那这边所有的饭店呢都是通相通的，等于是说我们完全不用出去晒到太阳，就可以从这些购物廊这样一路这样逛到那一栋。然后晚上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再过去对面新桃天地这边逛水舞间，水舞间是晚上8点过去，然后它表演时间总共是90分钟。然后我们看完表演之后呢，我们还要去幕后的后台集集，所以我们一路会一直玩到晚上11点。对，那我们大家就一起过去吧。太夸张了。好了好了，妈妈带你去吃好料的。什么好料？来喽，那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要来吃罗浮咖啡啦。爆米花，给恩恩的爆米花，他，恩恩，我们要进去了。
表演啊，就是你来澳门一定要看的表演，很精彩的表演。Oh, wow.
到那个台，我们直径有50米，水深是7米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哦，原来水深有这么的深吗？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下。刚刚大家有看到我们刚开始的那个大的那个船吗？有看到两。我们现在在看表演的后台哦，你知道我们刚刚看到的表演只是一小部分，其实他刚刚的表演所有的船跟道具都藏在那个地板底下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参观，要来探险，看底下有多少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整个舞台呢，在下面会有不同的地方，会有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框框，然后这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演员在这个点就要在红色这个位置就出场了。然后我们总共有四个门，然后四个有四个不一样的颜色。然后这个位置有个亭子，然后我看到在那里，在那边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另外一个颜色，是绿色的口。然后前面你会每走一个地方会看到有化妆台，然后这是方便演员，因为他们的妆都是自己化的，换装也是自己换装的，要保证他们去跑去另外一个下一个环节的时候，那个妆容都是保持的最好的。所以就会在这边，就每个地方都会设置一个化妆台。然后我们那个化妆品的牌子是 Make Up Forever， 然后专门为水果间设计，其实外面也有卖的，超级好的妆。这个就比较贵重，这个是上面的水晶都是施华洛世奇，就是我们人行吊灯上面他们背后头戴的那个就是这个。那当然上次我会看到更多的不同，也会考两款。那这些演员，他们每天要练习几个小时？每天我们是5点钟开始的嘛，一般他们都在1点到3点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这个位置会，不同环节的彩排，有人行吊灯，有那个神炉，就是有神吊的出来，甩来甩去的，也有跳舞的，他们会分环节的去彩排。然后同样的，因为他是分环节彩排，他们一个主要演员背后，他们都会有两个 backup 的，就是以防万一，就是主角今天生病了，主角拿下了，那他后面还有那个替补人员去补上。对，就像他们这么高跳下去，他前跳是大概是7米深，因为他从那么高的地方，因为他们一般下来，他们都会有潜水员帮他扶着到最近靠近的，刚刚你说那个出口，先上水，然后去进行下一个环节。然后这边也是我们那个后台的换衣间。对，一个演员都会有两套衣服，两套衣服是为了5点1场、8点1场，就是他不会穿着5点内场去表演8点的内场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很一箱箱的那些是我们的毛巾，然后大家又可以猜一下我们一天大概多少毛巾呢？1000条。对，然后我们一场表演也大概有83到85个演员是在台上的，然后还要加上他们彩排所以会用到，所以大概是1000条左右。是刚刚他们演员穿的衣服，然后这些呢都是潜水衣的材质，我就想说，哇，好优惠，一件呢大概要1000欧元，那如果是女王刚刚穿的那一套的话，大概要3000欧元哦。而且他们其实衣服不会只准备一套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，我们进来看，好精致哦，它真的是好几层哦，漂亮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房间呢，里面就是水晶吊灯演员的衣服。那它水晶吊灯，它会随着不同的场景打的灯下来，然后整个水晶吊灯呢就会出现粉红色的光芒啊，蓝色的光芒或是紫色的光芒。但是其实它们本来的衣服是绿色的，就是随着那个场景不一样，我们看到的颜色就会不一样。好精致，就是这个面具啊。他说这个面具都是用施华洛世奇的水钻一颗一颗镶上去的哦。非常非常的贵，然后每个演员都是一组，而且他还有备用的。我们是过去这个黑色的屏幕这边，就是他们的音控室。但是我们其实，在台下的时候看到的画面，这边是类似像那个什么电子帷幕那种，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电子帷幕的部分，但是音控人员就是从这边里面控制整个舞台的音乐跟灯光的，而且他这里的音乐都是现场演奏的，非常的厉害。开始公主下去的那个楼梯，但是他潜下去的时候，这边都是有呼吸调节器，那个黑色就是他公主用的呼吸调节器，但是其实也不用，就是演员下去的时候，他其实会有潜水人员马上过来帮助他，然后把楼梯打开。水面底下呢，总共有17位潜水员在负责所有的演员的安全。那这就是我们看完后台直击拿到的精美小礼物啦。这是我们后台直击得到的照片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个小惊喜，就是这个舞
海上的地勤厅很漂亮，它连樱花都做得栩栩如生。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，这个它这边就会有个水舞间的吊饰在那边，然后我先把它打开来，噔噔，这是拼图，然后上面有标示编号。那拼图就是这一幅，如果你们有来参加后台直击的话，你们也会得到不一样的小礼物哦。那如果来澳门，很推荐你来看水舞间哦。而且它现在是从今年开始开放了后台直击，还可以让你更了解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一起去完成这个剧作。早餐呢，我们等一下要带恩恩去红梦天地。对，红梦天地，恩恩非常的期待的行程。我们现在要来红梦天地哦。你看里面超漂亮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就进去喽。恩恩期不期待？期待。要乖乖哦。好，慢慢走，不可以跑哦，好不好？迫不及待的冲进去了，这个是蹦蹦跳，别嗨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玩下一个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玩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大！Hello， 加油加油！咻！要躺好哦。哇，你穿着好可爱。我上去了。最喜欢玩哪一个设施？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哦，那溜滑梯呢？也很爱吧。很爱哈，谢谢。好，走喽，拜拜。哇，现在要来吃的真的是港式饮茶。刚这几天吃的风格跟好多都不一样。
来，好，闭起来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抬头。啊，那你有看这只北极熊？对，它是用泡沫塑料还有羽毛做成的，然后是蓝色的颜色。其实这个艺术家他本身有一种对北极熊的恐惧，所以他希望呢，就是把北极熊弄得很缤纷，让大家都很喜欢。走道的部分呢，它是由一个日本的艺术家所设计的。那它的设计理念呢，就是使用了一些日本的元素去做创作，漂亮的设计哦。这样感觉看起来空间很无限大，因为三个面都是镜子，然后就会呈现出这种空间的感觉。
我其实坐的时候就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巧克力的香气。恩恩，好不好吃？恩恩吃到都讲不出话了。好好吃啊！好吃哈、哦，好好好。接驳车去坐我们的飞机咯，要回去了。